这一只应该可以叫做魔幻耙子吧？嗯，因为一般猪八戒的耙子有上面啊，它这边还有这个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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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跟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要踩的这个东西有密切的关系吗？嗯，对，一圈一圈有，还是只有这个？哎，这个也有关系，这个也有关系。哦，我们今天哎要来踩海里面的青菜，哎。青菜，对，人可以吃吗？人可以吃哦，好，人可以吃就好了，好说了。是，不能吃的话，我们就上岸了。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这一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因为它非常的贵重，好不好？你先帮我拿着，好，顾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去哪边？我们这边，就直接走下去。对，对，哦哦，下去，哦吼，哦吼，哦吼吼，太深哎！你应该是踩到龙胆的窝。什么？龙胆？这边有龙胆。对，龙胆它会打一个窝。对对对。哎，但是龙胆它会它有窝。龙胆有窝。会躲在里面。对。有那个黑黑的哈。哪边有黑黑的？哎，你看下面，看水里面，那边就是了。哎，来。我说真的。我们不是是三四个一起露营吗？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一个在这边？那你们两个是怎样？爬，因为我们爬过了，你要让你先爬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爬。你要往下看到一点黑色的。哦有有有有有。真的哦哦哦哦，这是那个嘛？这叫什么？龙须菜哦。对对，那脚比较嫩的。比较嫩的。这种。比较嫩的。对。来来来来，等一下。来，王大哥，你先不要讲。有。来，嫩的来找给我。比较颜色比较浅的那种，真的，对，我们家刚刚刚新长的，哎，这个 OK， 你们看，你们这个是什么？刚看到极品，都说要在一起吃，好来，好，一二三，哎，他真的有吃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吃哦，对的，脆脆的，有啊，它咬起来不像藻，哎，真的是像青菜，嗯。对不对？嗯，要咸。海龙须菜是生长在海边石头上的一种植物，而这些海龙须菜啊，都是天然生长的。王大哥的生态养殖理念就是以生物的方法解决鱼温里的问题，像是文蛤池里长藻类啊，就养石目鱼；池子里有螃蟹吃蛤蜊，就养龙胆石斑。简单的来说啊，就是大自然的法则解决问题，不只是食材安全哦。还能够兼顾环保啊！我现在拉过去。哎，对，我要发楼过去了。我们记得不要让那个网子打结，打结以后它可能就会鱼会漏掉。哎，为什么你这样拉？哦，你那边是重的，对，所以它会拖着地这样一直往前。这边是扶着的，对对对，它等于就是一个上面扶在上面，下面重，然后拖过去。对，有概念啊，有概念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两边在结嘞？因为哈，我们很深哈，人没办法下去踩那个网子的那个连根啊，就是下。就是下部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是算是比较重的一种网子，有，所以我们拉的时候哈，这是一种黑压拖，就是一种虾在捉虾抓虾子概念，对，好，好喽，好 OK 了，可以拉到了，好了，那这边请张哥来拉吧，好，好，就这样拉了，哎，对，那我们就拉过去了，那你们要帮忙。我怕三个人也拉不动。那我们等下走前面吧。欸，你人好好讲脏话哎，喔，我怎么会拉不动呢？来，我觉得哎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哎。三哥，我要拿一个绳子让你绑好不好？要绑的，在腰上。要不要？啊，比较标准的是要这样。靠你身体的重力哈，往前倾。有嘞，我倾到了，有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我减什么肥啊？我你大概差不多90度才可以。哦，好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你要滑倒哎！有没有发现？现在小金才着陆，他现在开始用力。好，我们这边就等他们了，等他们收过来，有鱼喽。有鱼了，哎，有鱼在跳了，哎，鱼，有鱼在跳了，哎，然后等他们那边慢慢收过来。好，那我们稍微拉开一点。拉过来吗？哎，稍微拉开一点。三哥，我们拉到那边去。等一下还可以做菜吗？也有了。哦，有了，拉过去了。有了，我有用力了。拉过去了。哦，哎，这个比重训还可怕。这个你看，我刚刚都已经呈现是要倒在那个，以后用工具可以来这里送去，真的，这里可以赚钱，不用花钱。
很累。健身房。哦，我真的是小看砍钩这种传统渔法哎，这真的是一网打尽哎，但是它累的程度啊，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。好，费尽千辛万苦捕捞上的渔获啊，来瞧瞧到底有什么。抓鱼哦，要比较温柔，对，要温柔。哎，答对了。这鱼过来了，它鱼自己游过来了，游过来的。这太小了，这对我丢弃，对，对，丢。这只比较大的。哦，这只好，这只大只。太小了，哎呦，谁会想到这小小的鱼温有这么多鱼种哦？好，挑出今天要用的鱼啊，把剩下的小鱼放回鱼温，让它可以继续长大。这个食材都齐，差不多该回餐厅准备了。现在先撒盐。是一般的盐。对，一般的盐。对。酱现在弄，哦，首先来，这个是酱，就两杯，刚刚有这个，哦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量。酱油大概是200，然后这个是柴鱼酱油或者煎鱼酱，100，把它倒过来，然后糖，一般呢我们在讲一匙就是平匙，哦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。那黄的又叫做香水柠檬，所以比较香，比较香一点，所以比较没那么酸。对，你的厨师哦，随时汤匙就要备在身上。我马上变出来。现在味道有点重，但是你要去想象，待会它淋在鱼上面，鱼才把吃它的味道。酱油跟柴鱼酱的比例为2:1，再加入糖跟柠檬汁啊，母士流酱汁就调制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3分钟煮鱼喽。现在滚的状态对不对？来，手机拿起来3分钟准备好。手机，好。对。好，可以3分钟。一匙哦，不要多哦，但是要煮哦。上菜喽！来，王董，哎，陈董，谢谢。廖董，他说，如何？嗯，赞赞哦。对，真的。然后这个饭里面有你的鱼在里面。对，我有看到。好。看到他们觉得惊讶的表情，那是让人觉得愉快的事情。但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份，让今天我这两个，一个博士一个硕士，试试看他们今天的成品是怎么样。将现场的客人招呼好啊，是时候让两位小帮手也来尝尝这3道菜，用简单的方式煮出来的料理味道如何嘞？来，我们上桌。这个就是只有煮3分钟嘛，你们都在看，来讲讲讲。它即使只有3分钟，它味道是很熟。嫩哦，那味道是不是很足？嗯，它那个酸味是不是会让那个嫩的感觉更明显？这个酱跟那个肉很搭哎。我本来跟给你们吃那个酱的时候，你们觉得它怎么咸，对不对？嗯。蘸酱下去刚好的味道就足。对对。那酸是怎样？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吃鱼的时候会挤一点柠檬，对。那我们先把它放进去，然后让这个酸呢，因为酸会怎么样？酸会让蛋白质活化，所以它吃起来反而不是。酸让鱼变嫩，酸会让鱼有点收缩，吃起来你嘴巴比较立体感，它会让这个肉缩一点，然后甜度也很好，口感会不一样，口感会不一样。